我的耳朵听不见了，那是不错的。也对，我的，你刚才说我的眼睛，我的耳朵，我的，对对对，少了个啊，少了个，来，圆圆，孩子，你怎么了？你少了个啊，你要啊，孩子，啊，孩子，你怎么了？快醒醒啊！啊，爷爷，我的眼睛，我的耳朵，啊，啊个好萌啊，啊。你的千里眼已经瞎了，耳朵也聋了。老爷爷，我们人妖之间为什么不可以和平相处呢？好了，我还没完。为什么不可以和平相处呢？等一下，凯凯，人家是平安相处。哦，所以刚才导演说，如果要错了，要做五个俯卧撑。啊，那就是我做五个。对。啊，你也想不想看凯凯做俯卧撑？你们三个都有错，好吧？2、3、4、5，完了 ，OK 了，底下的妹妹们已经血槽空了。好，再来啊，再来，孩子从王源开始啊，不闻心、啊。孩子，你怎么了？快醒醒啊！啊，爷爷，我的眼睛，我的耳朵，啊，你的千里眼已经瞎了，耳朵也聋了。老爷爷，我们人妖之间为什么不可以平安相处呢？还有，我真心诚意的希望你三思。哇，一字不错哎！等一下，我记得我们台词上绝对还有最后一个字，什么字？哼。哼，没错，所以这一趴就过了，好不好？这一趴来。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清朝，来到还珠格格。好开始啊。要那个容嬷嬷，要有那种感觉，好不好？要有嬷嬷的感觉，好不好？圆圆，好，来。皇上，就算娘娘有千般错，等一下，没有就算，不要加词儿，做五个俯卧撑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嘞！来，嬷嬷。皇上，娘娘有千般错，万般错，但是母爱没有错啊！没错，千般错，万般错，母爱没有错。那别人的孩子就可以死，又可以什么？就可以什么？但别人家的孩子就可以下杀手吗？别人的母爱怎么办？那皇后娘娘，皇上，臣妾知错了，皇上请开恩，皇上请开恩呐！哇，好帅气的皇后！好，这一段过了，好不好？下一段，欢迎进入《大话西游》。现在大家知道了吧？我为什么要杀他？到我了是吗？对。你根本不想去取西经。错了。什么？因为诸多理由什么是吧？是。我提醒你一下，因为我要为了保持你的体力，我们就不惩罚圆圆了，好不好？圆圆，你是在里面扮演的是哪一个角色来着？观音菩萨。诸多借口，你根本不想取西经，不管怎么解释，也不能原谅你轻视灭祖的行为。好吧，我们从悟空再来一遍，好不好？现在大家知道了吧？我为什么要杀他？诸多借口，你根本不想去取西经。也不能容忍你欺师灭祖的行为。姐姐，姐姐，这是你的不对了。悟空他想杀我，这只是一个构思，并没有成为现实。又有何罪之有呢？
好，我觉得他们三个人整段垮掉。我觉得他们表现得很好，对不对？对，在这么短的时间，而且要记三个不同的电影片段，还要把它表演出来，所以是非常不容易的。让我们的再次把尖叫声送给三位。哇，我觉得今天晚上是一个特别快乐。